这是我们的运动，它叫吊杆子汽车球。我们玩了吊杆子汽车球六年了。你玩吊杆子汽车球，你们有两个子汽车，一个棒球拍，你也像一个足球球。你玩在棒球场，你玩的时候有两个人，一个人在棒球场的中间，别的人在本垒的棒球场，中棒球场的人对一个足球球，本垒的人打足球球跟一个棒球拍，然后人在自行车去打回床，别的人在别的自行车去打足球球，然后人在中棒球场跟足球球丢足球球到本垒的人，如果足球球打本垒的人，他不比分；如果足球球不打本垒的人，他比分一个点数。The ball went all the way over there. Where's he at? There he is. Too far.